前呢出过了景龙的丢了你，哎，这首歌曲呢当时点赞量还蛮高的啊，将就有60万点赞量吧。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教学一下他的姐姐景迪新歌曲失控这首歌曲怎么演唱。两姐弟呢唱歌毋庸置疑都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音调贼高，就但凡一般的人呢就很难就把这个音调唱上去那种。而且呢两人呢都非常于写那种苦情情歌，真的就感觉像那种轮回时事那种感觉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失控这首歌该怎么去演唱到。首先一个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是我们把我们的口腔呢要去做到一个打开。如果呢你打不开你的口腔，那你唱的时候很好变成了爱不能去靠感动，你觉得这个音好听吗？感动两个口腔，看感动感动，哎，把口腔打开演唱，爱不能去靠感动，爱上你算我失控。这个地方失控，我画了一个波浪线出来，因为失控这个地方呢希望大家唱出一点哭腔。这首歌真的是很悲的，不听它的旋律啊，你就是直接去看它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爱不能只靠感动，有多少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因为对方对你的好从而感动了，也许你会以为你是爱他的，其实你是被他的行为所感动了，跟他在一起的，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爱上你算我失控，我压根没想爱上你，但是没办法，就突然间那个情到深处了，是吗？哎，失控，所以失控这个方面带着点哭腔，情不由衷，就感觉我自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呀，情不由衷的，所以哭腔陷入牢笼。两人谈恋爱之后的话呢，就好像被关在了一个笼子里面一样，你锁着我，我锁着他那种感觉了。可怜我呀，可怜我这个当事人呐，一腔英勇，我一直为你付出，我努力为你付出，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一腔英勇对你奉送，你看我对你做了多少事情，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是我呢，不得善终啊。也许就是这句话，也许有点唱的有点，就是歌词写的有点重了，但是呢由此可见他的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写出这一个情感当中的这一处的弱者，他是有多么多么的心酸，多么多么的累。所以说演唱当中这样的一种苦情歌，你不给我带着一点哭腔，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去唱情歌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呗？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把口腔打开演唱。爱上你算我失控，失控，情不由衷，陷入牢笼。可怜我一腔英勇，对你奉送，不得善终。善终唱的重，同时口腔打开演唱。先明白了吧，这首歌音调真的很高，所以希望前期大家多去做一些就是开嗓练声的一些练习，之前给你们出过这个教学的，明白了吧？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儿了，我是严学，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私信我，或者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后期呢我给大家出更多的精美教学视频哦，拜。